换几个机位啊，什么都是拍到这些人看啊，什么顺着光倒没事。汗唧唧的阳光灿烂，看老头在那哈哈跑来跑过。我的意思是这么一件，你要收的话，可不可以从就是从这边往那边收是吧？还是从这边往那边？哎，他可以从这个留下啊，从这边往那边。肯定往众生里收嘛。手机都静音啊。手机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啊，上次说过这个事儿，哎，赶快提前解决点啊。哎，然后镰刀都拿好了，别看我这脑子，看镰刀证，正常出去报销。对。谁不带个快递？都是真的。我以为镰刀都是这样的，快递吗？这个是真的，都拿好啊，注意安全啊，这个啊。嗯。这种要比这种好。对，拿好拿好。他在后面跟着就完了。还有他老爷应该在里面割稻了，结果死了。看着镰刀，人走外边。很棒啊！再来一个，就前面那个前头绑的时候那种气儿，道哥也再稍微出来一点。啊，对，出来啊，就提不出来这种心里面那种闷气，那种那种气儿，再出来。再出来。提不出来那种气。
毕业的那个牺牲。后边我看他这一年，刚才看了一年，我就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硬挺来着，只有两笔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他看着前方就看，好，再来一次啊，好。然后一觉睡起来，生活全是痛苦。哎，他不是这样站了吧？那洛夫，洛夫再定一下吧。车子吧，上来一下是吧？啊，cut， 来，上的，上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没毛病，来，到了，来，都没注意到，一条了，来这边走吧啊！一会儿把所有的卡拿出来，这搞完了。这个自己怎么弯啊？他就是提上了，我操，这还是在这儿呢。还有人吧？不能自己玩吧？啊、就是自己玩。这上边还得一个人呀、啊。对啊，上面得有个人倒土啊。没有，你没有人倒土的。没给他安排助理。走！我在快，我这边不肯定了。收收收收收收！哎呀，你可以往后点，不用离这么近，不得劲儿，近往后点一拉拉拉偏了。对对对，你下去吧。别着急，给梯子，给梯子，我也不敢跳这个，不能跳，不能跳。把那个，要不把那桶先拉上来。非得勾一下子。来来来，拉上来，桶先拉上来。啊，挂了。OK。先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把这个饼试试上。来帮忙扶一下。梯子呀，再侧一点，再斜一点，再往那边斜一点。哎 ，OK， 差不多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，这个没事，反正都是土地了，已经到了黄土地了。不是，你先抓着那个头，然后哎上个脚，对，这就可以了。对，是这个很稳，放心吧。然后你手抓着你踩脚的这咋了呀？娘娘，我觉得这个戏吧，你不能等着我那个直接掉下去。哎，不对，先走一下哈。你眼睛咋了？哎，对，好，对，就这个。我抱你。讨厌！哎呀，不耐神儿。讨厌！你来嘛！你哈了，你哈了，哈都哈来了。地方难笑，不耐神儿，耐神儿。
不笑。好、啊，来，啊，上来吧。Nice。大概上来吧。这样。好，没问题。对，没事。下半段咱们再说。报的那个，对，感觉。来，下半段咱们再说。挣不开了。挣不开了。它音调差不多。挣不开了。挣不开了。年轻啊，你咋震人呢？你咋震人呢？你咋震人？年轻，哎呀，震人这个人，你咋震人呢？年轻，整不开了。对，可以的，没问题。差不多，整不开了。对，差不多。你说的很准确。对，年轻，整不开。哎呀，你真是的，这怎么说？哎，你真是的，你不是捣乱吗？你讨厌，就这种话怎么说？你这个人咋这么个？然后呢？你讨厌呢？讨厌的很。讨厌的很，你咋这么讨厌？讨厌的很。正是的，你胡闹这种，就多说两句，不要乱。都不要乱说，就一个人。你说。你能说吧？你是那个妓女。就你不要闹，你不要胡闹，就类似这个意思。你不要说我的原话，就这个意思。就你别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有点办正事。这个跟这一样呀，就是音调不一样。对，音调不一样。怎么说？你这个人咋这么个？别胡闹了。你别胡闹，就这么。不是胡闹啊！你这咋这么个？就他词儿咋这么个？你这人咋这么个？不要胡闹了！预备，拿轿啊！二进一次。开始。有这么长的胳膊？哎，哥。1米20长。你是？你来。好，我来。来，走。小哥。你进来有啥用？你一个人都没有。要不要有一点？我接过这个脚，老九把脚这么一抱，给他抱下来，抬头。提好了，提在中间，提在筐的中间，把手。让妹妹尽量靠近你，过去，妹妹过去。妹妹靠里面。对，我也不这么待着。那个妹妹。妹妹，你就坐这儿，往里坐。好嘞，对对对，往里坐。哎，坐。来，小哥，小哥。来给我。等会。一段一段，都先给我。一路叫。没有，我说这个。
的嘛，待会再先别装进。东西做好了，兄弟啊，先装进一下。不好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。右边走中间，啊对，停，好，听见了，放头。不动啊，不动，好，预备。开始。